阿乐园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玩 Supercell 的新游戏破坏突击队。OK，那它这个有随机时间，有点像排位赛，有点像。目标就是要收集宝石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不能动的时候，没有在动的时候才可以攻击，是一款需要一点技巧的游戏。现在我不动就可以打人啦。各位如果有兴趣的，也可以来试试看。不要跑啊，臭羊！不要跑，给我回来！我来追羊了。也不是羊，不要一直跑啊！你臭羊！哦，哎，这羊好难追的。算了，不追羊了，找队友。干他，干他！很好。有炸弹，有炸弹了。哦，这个大哥先不要。找一个屌的来，选队友，选队友，干人，干人，快点，快点！第五名哦，宝石，宝石，吃越多宝石越赢。来跟一下人，嘣，爽！我觉得这游戏要赢的嘛，就是你要先尽量去干人，然后拿钱，拿钱之后呢，再吃队友。之后再去拿宝箱拿队友，队友越来越多，就越来越屌。而且你每拿到三只一样的，就会和底层一只比较屌的。所以最好是先拿一样的。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有两只大只的，达尔弗里莫，还有大个特。我们是毒圈吗？藤蔓感觉有点恶心，心酸了。哎呦呦，先不要，我觉得我要被困在这，我觉得不大妙。我怎么第四名啊？先不要找人家好。就是现在有点弱势，你不要理我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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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跑再说。医师医师，帮我回点命，决胜时刻了，干，冲啊！这时候来抢老护了，这时候最嗨了，干你他妈给我滚！我干嘛还打不赢人家？干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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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腰，为什么？快点喷哦，酸哦！我怎么第六名？快点啊，喷宝石啊！不差喷宝石。我觉得我势必要去跟人家干一架才有机会。对对对，完蛋，我好像干不赢人家。哎，怎么人家越来越屌，我越来越烂？不是这样吧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等一下，不是这样吧？我怎么人越来越少？快点啊！我怎么人越来越少？哎，不是这样吧？咦、好，再开的有点像宝物之心的东西。哇、哦，死尸的，有没有什么好东东？哦，有有有，这野蛮人之王，感觉不错，来再打一把。目标第一名啊！
闲选野蛮人，冲啊！两只，干架干架，直接丢他！干架干架，快点把他干掉好不好？两只野蛮人很废，二打一还打那么久。干架，快点哦！四打一还打那么慢，人越多越烂呢。直接跟人家干架，直接跟人家干架，应该不会输吧？应该是不会吧？有有，我们感觉有胜算，有胜算就干他，有胜算就干他，快快快，干他干他干他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有没有胜算？有没有胜算？紧追不舍，有没有胜算啊？不要再吃队友了，贱蛋！因为人越来越少，你他妈人越来越多。干，怎么打完我人越来越少？不是这样吧？妈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打完了，我人越来越少，是什么鬼？快点哦，大海复活！吃苦兵，吃苦兵！快点啊，艾尔弗里莫，你不是拳击手？第一次看到拳击手打拳打那么慢的，买不起。哦，干，对对，先不要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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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输啊啦，这个第六名哦。完了，我好像干不赢人家，我觉得。我打不打得赢啊？怎么明明我本来是优势，打完我都变劣势啊？奇怪了，是不是有什么 bug 啊？我的问题吗？还有，德川不要靠近哦！然后你们去干，你们去干，不要找我！哎呀，不咯啊，不咯啊！买不起哦！炸弹，炸弹！啊！我怎么被晕眩？奇怪，怎么两个名字还差？什么情况？买得起了吧？我需要谁？医生好，医生，大医生跑出来，很好。哎、欸，艾弗林要去哪里？不要自己走进毒圈啊！决胜时刻了，冲啊！冲啊！你不要吃我啦，妈的！妈的，你不要死啦！不是啦，你不要吃我，狂暴起来！不是我怎么第六名啊？有没有用啊？这个感觉是打大一点的怪兽。我、哦、靠，你他妈怎么吃不快？彪彪彪！快快，野蛮人之王出来了！狂暴起来，屌干一波！不要高加我啊！哎，我等级最低，不要高加我、啊！妈的，臭东西！臭东西，不要高加我啊！臭东西抢我食物！哎，看我怎么比刚刚还惨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吧？欸，怎么这样子？名次越玩越后退，不够爽。说真的，不够爽。